老奶奶，别看了，这是咱们村的无人机啊！你不戴口罩就不要出去，不要乱跑，记得赶紧回家，回家洗洗手，对吧？注意一下卫生，对吧？咱们村这么多人都说你都说不住，非得派无人机过来飞你。大爷，这是非常时期，你不戴口罩又往外跑，对吧？那雪过几个月也能化了，对不对？在家里边待着不舒服吗？对吧？又有吃的又有喝的，刚过了个年，你干嘛老往外跑？对吧？过几年也能收拾。别笑了，赶紧骑你的三轮车回家，对吧？没事别往出跑，你看口罩也不戴，你还看看啥？赶紧走，对吧？回家好好待着去。非常时期啊，赶紧回去啊。对面那个电动车上装着粉色等分贝的大哥，请你戴上口罩啊，戴上口罩。打电话的帅哥，你口罩呢？赶紧给戴上。迎面走过来的美女边上的那位帅哥，看到你戴着口罩了啊，把口罩戴戴好，戴戴好。边走边吃了几位美女，抓紧的把口罩戴上。东西可以回家吃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别在外面溜达，口罩也没戴，赶快往家走。现在这冠状病毒多严重啊，快跑，别再出来了啊，在家好好待着，为社会做贡献。